屏东万丹的泥火山又喷发了，就在今天早上8:40开始，就像这样的情况，尤其呢原本就很常喷发的这一个黄色墙面又再一次的被弄脏了。不止这样，怪手还赶快出动，主要就是因为要来堆积这个石块，避免喷发的泥火山的泥流流到路面。我没有过来啊，我第几天呢？我前二天还更厉害啊，前两三天了，水沟啊，甲路面拢总清好，啊，阮的壁路啊拢清好，今仔伊阁无啊。这真的让居民说哥来呀、啊，因为不止这个路面，还有这个稻田里面，其实他们非常困扰，就是因为好不容易才将这一些喷发的泥浆呢给清干净了。但现在又在出现，而且每次喷发都不同地方，但每一次清理都要花上几万块，真的让他们是相当困扰。